吃的来了。孩子，今天上课都讲了些什么呀？不知道，睡觉了。啊，你怎么每次上课都这样？老师讲的不好，听不懂。这孩子小小年纪就不好好学习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让他改变一下态度。睡得好香啊。拔住我的腰。哎呦，看来是上课上多了，今天就不去了。母亲，你这是在干嘛呀？我呀，是要把这根铁棒磨成针。怎么可能？没有针就去买吗？我是想让你知道坚持才能成功的道理。我不相信，这么大的铁棒不可能磨得出来的。我才不信呢。玩去喽。兄弟们，今天去上课了吗？没有，上课太没意思了。母亲，你怎么还在磨呀？你看，不是没有变小吗？才开始是看不出来的。我看这样是没用的。还在磨，去玩喽！去玩喽！母亲，我回来了，还在磨。磨好了。母亲，你真的把铁棒磨成针了？对呀，只要有毅力就可以办到。铁棒真的能磨成针？我明白了。母亲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一定好好读书，请你原谅我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终于把书看完了，明天就要进京赶考了，好期待啊。今年的考试形式，各位考生要现场答题。现在我来出题：两只黄鹂鸣翠柳。下一句是：一行白鹭上青天。对，就是。坐南朝北吃西瓜，皮向东扔。由上向下读左转，书向右翻。三生不幸出列图，难为汝师。一时不慎选错诗，苦了我呗。好才华呀。第一名是倒霉先生。我考上状元了。铁杵成针，这个成语告诉我们，做任何艰难的工作，只要有毅力，下苦功，就能够克服困难，做出成绩。现在大家明白了吧？
Thank you.